城市的小海星他觉得自己仿佛像是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大家好，我们是十九兩樂團。十九兩是一个两人的乐团，然后我们其实演奏的时候是非常随心所欲的。要第一次要将巨大的贝壳给扛起来，这个活动是15年才会有一次。哇，而且这次也太多人鱼回来了吧！用海中石化做成绳子。我14岁就认识张汉中，几乎是我第一个朋友，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属于那种没有朋友型的人。师父，今天我都。已经住了 Legacy 了，你还跟我说你听不懂？对于 Miki 这种没有学过，然后就是凭直觉拉，我们都觉得哇，太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绝顶聪明的怪咖。十九兩第一次办阵仗这么大的一个专场，所以他自己心理压力其实也很大。谢谢，10月9号台北 Legacy， 拜拜。他要承担的不光是他身为音乐总监比较艺术家层面比较抽象层面的事情，还有老板要承担的那种票房上的钱上面很实际的事情。瑞奇好像懂了，他理解了张汉中这一路做的事情，张汉中对瑞奇的信任跟支持。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红色的心